彩虹 rainbow。我们才能出来啊，跟天在一起。彩虹 rainbow。出来你觉得如果他们一个人的时候可以画出彩虹吗？他们一个人不可以啊，为什么不可以？因为他们没有五颜六色的。因为他们没有五颜六色，红色就有红色，黄色就有黄色，对不对？那他们要怎样才可以画出这个彩虹？牵在一起，他们牵在一起，对不对？他们 mix 在一起，他们就画出彩虹，对不对？那你觉得？然后他们敲朋友的门，然后和我一起。一起画，对不对？用五颜六色，他们就开心。哦，有五颜六色，他们就开心。那你比较喜欢他们一个人的时候，还是你比较喜欢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？我喜欢他们在一起的时候。为什么？最喜欢很漂亮的照片哦，你最喜欢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有漂亮的照片，对不对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画彩虹，就很漂亮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们没有给我分享，我就没有很多颜色漂亮的，那种我就伤心了。跟老师会唱的东西是，对，所以你跟你的老师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很开心，因为可以一起唱歌，对不对？